王洪模，首都医科大学教授，国家级名老中医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诊断专业委员会主任，被誉为中医色诊第一人。比方说他的腰椎就显现为他腰椎反应的部位就比较差，所以那就显现出来了。那么愿意不愿意现在就能弯能直，不再痛苦呢？请你上来。啊，好，老师现场解决问题。现场的观众有很多人被腰椎病和颈椎病所苦恼，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有很多为自己的颈椎和腰椎苦恼，曾经到医院去看吃药不管用，做按摩不管用，做手术不管用，实际上呢，最好的药都在我们身上，治疗他腰的最好的药也在他的身上，请大家注意看。有火什么感觉，叔叔？酸酸的。酸酸的。哎、好了，活动你的腰。腰现在没什么感觉了。没感觉。不难受了吧？不难受。可以弯了吧？可以弯。对，没事。好了。对。好神奇啊！叔叔，您刚才这么弯，您痛吗？不痛。那您平时能这么弯吗？我打个卫生啊，就要弯腰就，他就不舒服，就要站起来了。老师，按您这个穴位，您什么感觉？也不疼，也不痒。就这样。现场还有没有腰痛的？对，挺好。先生或者女士可以上来。现在就痛的。我们可以立竿见影。对。好。很好。来，我们再上来一位。就复健就好了。您现在腰疼吗？对，就腰酸的很，坐时间长了更腰酸。哦，腰酸。现在在酸，在疼，是吧？对。好的。好了，腰有什么感觉？腰没感觉了。腰没感觉了。好了，活动。好像没有刚上来那会儿那么酸了。好奇怪哦，老师。您要说真实感受。现在不酸了，真的。真的有那么灵吗？就这么灵。有很多的病人是推着进我的诊室，自己走着回去。包括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进来的时候跟我讲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把腰伸直，我已经蜷了12年了，我能够走1-2米我就满足，就在1分钟之内她的腰直起来了，她自己不相信，然后自己放下拐杖，推开轮椅自己走出去的，一边走一边喊。王老师，这是什么穴位这么神呢？这是专门治疗你脊柱的穴位。哦。对，我们的颈椎病、胸椎病、腰椎病都可以随手而解，立刻消除痛苦。那自己可以按吗？自己完全可以按。啊，好神奇哦。好，非常谢谢两位，谢谢。老师，我必须得马上来问，因为现场的很多人都很好奇，您按的那穴位是什么？这个我们身上储藏着我们自然界最神奇的药，我们都可以自我调整。那么我们的手上分布着我们脊柱相关的穴位，颈椎有颈椎的穴位，胸椎有胸椎的穴位，腰椎有腰椎的穴位。因为刚才上场的两位，他们除了腰椎为主的问题以外，还有轻度的颈椎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我按住了颈椎和腰椎两个主管的穴位，所以他们的痛苦都会迎手而解，既不用按摩，也不用吃药，更不用扎针，当然不用做手术。哇，这个好，学起来好不好？所以呢，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把这种方法适用给你们周围有需要的人群，让这个方法能够及时的传播出去，解除中老年人颈椎腰椎的痛苦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我觉得特心疼，看到家人有这种颈椎痛和腰椎痛的这种现象特别多，很多人束手无策，不知道该如何解决。老师，你把那两个穴位点出来告诉我们在哪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在我们的手背上。哪只都行吗？对，有5节掌骨，第一掌骨、第二掌骨、第三掌骨、第四掌骨、第五掌骨。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向上推，到推不动的时候有一个凹陷，上边是连着的，下边是分开的，这是负责我们颈椎的穴位。那么在第三掌骨和第四掌骨之间向上推，推不动的时候有一个生理凹陷，这是负责我们胸椎的。那么第四掌骨和第五掌骨向上推，推不动的时候有一个生理凹陷，这是负责我们腰椎的穴位。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按，
也可以请亲人们同时给按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相应的解除颈椎、胸椎和腰椎的痛苦。好，第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缝隙一直往上推推推推到这儿，推不动了，有一个生理凹陷，按着酸酸的，按起来酸酸的，对，按这个穴位就可以解决颈椎的问题。这是颈椎的问题。对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中指和无名指之间这个凹槽，然后一直往上推，推到推不动的地方。对，有一个凹槽，那么这个地方可以解决胸椎的问题。那也就是这些地方痛的时候解决，对，背痛。好，这里，然后在我们的无名指和小指之间凹槽往上捋。对。捋到捋不动的地方，这儿。这儿有一个生理凹陷，这个是负责我们腰椎的穴位。是吧？对，那就掐着它，还是要摁它？摁它。那么，基本上我们颈椎、胸椎、腰椎的问题都可以应手而解，不到一分钟就可以解除痛苦。大家不是腰痛了吗？来来来，按起来，按起来，按一下试试看，是不是待会儿效果就特别好？我觉得特神奇的是，您刚才帮那位阿姨按的时候，就按了一会儿，阿姨就上去之后就说：“我的腰没感觉了。”对，有的人比较敏感的人，当时就会发热；有的人会立刻觉得轻松，然后他的痛苦就马上解除了。哇，这个好神奇！所以我们自带这个治疗方法在身上哈。是，最好的药都在我们身上。颈椎、胸椎还有我们的腰椎这三个地方，如果在急性疼痛的时候自己或者帮助家人一起按起来，会得到很大的缓解，尤其是对我们的中老年人来说特别的适用。对，我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把这种方法尽快的广泛的传播开，尽量的解除你周围人的痛苦。对，谢谢老师。